大家好，我是一球，山里还是25K 和45K 的争点也出过限量促销，晚点应该会有100K 吧。基米希的 SBC 数值来到97，位置换到了右边位，成本要47万吧，需要一套823，一套824，一套826，还有一套827。花式升到了四星，逆足本来就是四星。高中的心态，身体模型是偏瘦，速度来到了93，控球有96，哎，射门的力量和远射的数值都很高啊，终结差一点，只有88，位置也很好，99，防守的数值也都很高。这张卡感觉除了打中卫，身高不太够，剩下任何位置应该都可以打的样子。暂时没有看到评测呢，看到的话呢会放到分 P。最后是活动挑战 SBC，比较讨厌的是。相同俱乐部至少要三个，还有9个闪卡，联赛要至少5个。70的总评加80的化学，可以分区预作吧，其实不是太难。奖励是一个可交易的金卡球员包，里面有6个球员，3个闪卡，就是以上。谢谢观看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